天空的颜色为什么是蓝色？最常见和最科学的解释是，天空的颜色是由太阳光照射到地球表面和大气层时产生的。太阳光是由不同波长的光组成的，不同波长的光对应不同的颜色。当太阳光穿过大气层时，会发生散射现象，即光线被大气中的分子和粒子反射和折射。 散射的程度和方向取决于光线的波长和大气中的物质。一般来说，波长越短，散射越强。因此，蓝色光比红色光更容易被散射，这就是为什么天空呈现蓝色的原因。这个过程被称为瑞利散射，是以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约翰·瑞利爵士的名字命名的。瑞利散射不仅适用于空气中的气体分子，也适用于其他液体或固体中的微小涨落。 纯净的水或玻璃等物质也会呈现出蓝色。瑞利散射是光纤通讯中信号损失的一个主要原因，也是高锟先生获得诺贝尔奖的基础。除了瑞利散射之外，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天空的颜色，比如大气层中的云、水汽、尘埃、污染物等。这些物质会反射和散射不同颜色的光线，使天空呈现出白色、灰色。 黄色、橙色、红色等不同的色彩，特别是在日出和日落时，太阳光要经过更厚的大气层才能到达我们的眼睛。这时候，波长较长的红色光更容易透过大气层，而波长较短的蓝色光则被大量散射掉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天空和太阳呈现出火红或金黄的颜色。